究得读建筑呢一科辛唔辛苦咧？辛唔辛苦？我谂我唔会用辛苦呢个词去形容，反而对于我嚟讲一种挑战。我記得有一個 professor 講過，佢話其實冇話 grad 唔到嘅，讀唔到咪讀第四年咯，再讀唔到咪第五年。好縮住，有冇諗過有咩打算？縮位呢啲嘢自己揾嘅啫，咪黃福源咯。你会不会再好像上年咁用三块 panel 围住自己呢？不会，应该用四块。系到呢个岭南墙，你有咩回忆呢？冇，因为好少接触。睇段呢？我对睇段嘅回忆就系个 B 麦。softball 咧 ，B 咯。